男团 GOT7 的成员 BANG 即将推出新作品回归。日前，他为时尚杂志拍摄一系列画报时，接受了杂志的采访。期间，他表示在综艺节目中自己总是很放得开，但其实曾担心身为 idol 这么直白的说话是否正确。他出演的另一档综艺节目将在下个月开播。BANG 强调该节目非常真实，他在节目中甚至以素颜上镜，呼吁众人可以期待一下。接着 BANG 也提及了他的网络综艺《搬家》，收获了观众们的喜爱，让他十分感激。接下来将动用人脉邀请更多华丽的嘉宾登场。至于最想邀请的嘉宾，他则透露是 G-Dragon 前辈，并表示在 BBang 刚出道时就一直是自己的榜样，但节目现在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希望未来 搬家 大获成功后能邀请对方来做客一次啊。